台湾媒体此前曾报道，陈菊已确定出任下届台监察机构负责人。对此说法，陈菊日前受访时仅称这是蔡英文的职权。而陈菊接任台监察机构负责人的消息传出后，引发岛内舆论质疑。 台湾作家洛杉矶曾在脸书发文批评：从2008年马英九施政开始，就一直聘任所谓非执政党籍的台监察机构负责人，以求中立平衡；而民进党却选了党性坚强、争议性极高的陈局任台监察机构负责人，是大开倒车。 除了陈局的人事案外，台安全会议秘书长李大为确认接掌台湾海基会董事长。由于过去在马英九时期担任官员，因此经常遭到绿营所谓“独派”的攻击。另据报道，对于2022年县市长选举，民进党也正在酝酿。 根据台媒报道，对于2022新北市长的选举，民进党方面目前传出的可能人选，呼声最高的台卫生福利部门主管陈时中，被认为是民进党2022的一颗火棋。而对于传闻，陈时中则称，到目前为止哈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划了哈。